冷静啊！蓝衣女子情绪失控，在大街上大吵大闹，女子妈妈到场，气到当场呼女儿巴掌。女子妈妈气到要远警把女儿和男友一起抓回警局。会这么生气不是没有原因，因为男女子和男友两个人疑似吸毒之后在大街发生争吵，引来警方关切。但女子一看到远警，竟指着男友大骂死妈宝，让远警看傻眼。女子越骂越夸张，男友脸色大变，随后又突然翻开男友手中的铁盒，拿出一小包毒品给远警看。警方见状立刻要将两人带回警局，没想到蓝衣女子竟欢呼说要跟男友一起进去关。两位啊，可能是吸毒后啊情绪不佳，一直在外面吵架。那这位女生呢，在情绪失控的情形之下呢，竟然从铁盒子里面叫出一包毒品。蓝衣女子精神恍惚，不断大声哭闹，警方怀疑她也有吸食毒品。果然，女子和男友去到派出所侦讯时，毒品也不慎掉出包包之外，当场被警方依法查扣，并将两个人移送法办。记者陈胜义、陈昭虎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